包容的危机。新中国成立以后，政府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，大大力气开展了对门巴县的抢救工作。可桑丹尊，2017年，政府将蒙巴县列入国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再一次投入政策和经费上的支持来抢救蒙巴县。可桑丹尊和当年发的同学响应政府号召，相愿成立一个蒙巴县团。可桑丹尊，当时政府非常支持，反正的时候当天给我们带来给我们发射的巨人巨人一起排练的能力。剧团成立之后，老人们过来捧场，很多年轻人主动要求加入到剧团进行学习。剧团成员从刚开始的七人增加到了21人。如今蒙巴剧团除了担任新人时在乡里表演，还会在其他重大节日期间专门排练演出。期间，慕名而来的老客也会请剧团过去表演。至于如何进一步传承和发扬蒙巴戏曲艺术，剧团负责人葛桑丹尊继续心思。